岁岁想忍着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难赦免的罪，谁忠心的敢对？喝，干！怎么样？跟我出来玩开心吧？以后上班你跟姐混，下了班姐跟你混，哎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嗨拜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你怎么着？你是想把你发我那点工钱全都收回去是吗？我买单啊！以后出来玩，姐仗着你。哎，服务员。哎呀，行了，买过了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刚才就买了。我姐要有你一半大方就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不许偷摸的背着我结账。你结什么账啊？那怎么了？我也挣钱了，你开的，对吗？大。哎呀，行。陆小贝，站住！哎呦呦，你是不是因为他才把我甩了？瞎说什么你？姐，站住！陆小贝，你眼瞎啊？你看不出来他多大岁数了吗？啊，你就为了这么一个老女人把我甩了？等等，你叫谁老女人呢？叫你呢？也不看看你多大岁数了，还出来勾搭小伙子，不要脸！你甭理他，一神经病纠缠我好长时间了，咱们……哎呦，说谁神经病了你啊？哎，陆小贝，我怎么对你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要是找一个比我年轻、比我漂亮的也就算了。可是你就为了这么一个老女人把我甩了，凭什么呀？我不服。你爱服不服跟我没关系。走。干嘛？闭嘴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他现在是我的人，你对他说话客气点。陆小贝，你真的跟这个老女人？别以为一个老女人，懂不懂文明礼貌啊？啊！我最讨厌人家说这个词儿。什么叫老啊？老怎么了？老女人懂行的人有经验，是你这种小屁孩能比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老娘20年以后才到更年期呢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哟，你豆腐怎么那么软啊？跟个松鼠似的。咱们走。走，慢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阿姨，你谁呀？啊，我是姚兰的朋友，她睡着了，不方便接电话。啊，你们睡一块儿了？阿姨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您误会了。她就是喝多了，风一吹有点上头，现在在马路边歇着呢。哦，那你们在哪儿呢？我先去接她。哦，您要来接她是吧？我们在国贸桥底下呢。哦，好，你等着啊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
呦，姑娘，您可别吐我车上，要是不行您赶快告诉我，我给您靠边停下，您看行吗？姓什么呀？我姓马，马路的马，叫您大姐吧，就给您叫老了；我叫您美女吧，您肯定说我都这岁数了。那我叫您女士吧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是吧？没问您。阿姨，您问我是吧？我姓陆。不会是马路的路吧？那咱太有缘了。不是，是陆地的陆，一个耳朵一个鸡，还带一个鸡。那一个耳朵一个鸭念什么呀？不会还念鸭吧？你可真笨，邪门的邪。哎，对。哎，师傅，我们这聊天呢，您这搭什么茬啊？您开车，您拿我们解什么闷啊？是不是一会儿下车的时候结账的时候，您给我们打折呀？哎，你们聊，你们聊，我开车，我开车。你跟我闺女杨澜怎么认识的呀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们……你多大了？你有20吗？你现在上学呢还是工作呢？你工作你在哪儿工作呀？你干什么的呀？有，我都24了。阿姨，我这情况比较复杂。得嘞，你到了啊，38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杨澜，哎呀，杨澜。哎哎，师傅，重新打表送这孩子回家，让他接。得嘞，慢点儿。哎呦，这孩子，哎呦，你看看他，难受不难受啊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来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快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起来，起来，还笑你怎么？还笑你，还笑了。还笑！你说你这孩子，你这喝了多少啊？这是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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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，哎呦，你说，这么多，我跟你说了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，你这么喝，身体都喝坏了，知道不知道？谁说我愁？我。高兴，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到大就没这么撒开过，哎呦，我太痛快了。你说你干嘛呀？喝成这样啊？你就缺心眼儿，是真缺心眼儿啊！我心眼多着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只是到现在才发现，我这心眼都是倒着长，哎，就跟那漏斗似的。大洋冲吧，小眼睛，什么都是装进去容易倒出来的。行行行，我告诉你杨澜，哎呦，你别跟我这借酒撒疯行不行？我不喝点酒我还真疯了。哎妈，你干嘛呀你？你就见不到我高兴是不是？啊，你要回家你回家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今天我就在这儿待着了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，我怎么招着你了？您没得罪我啊，是我得罪您了。您说您这一条条的啊，哎，你就这给我添乱了。我结婚你起哄。我要离婚，您还跟着起哄，这下你们满意了吧？啊，我要真离了婚，咱俩就蹲家里大眼瞪小眼，你们满意了吧？我什么满意不满意？你怎么这么说你妈呀？我起什么哄？我不是为你着急吗？真为我着急，您就安静，您就安静跟这儿待会儿，啊，别整天。跟个穿天猴似的，上蹿下跳，有事找事，都给人找。哎，大半夜瞎嚷嚷什么？你有病啊？还让不让人说呀？谁呀？谁喊的？哎呦，有种给我出来！哎呀，现出原形！快走，出来！哎呦，你们这一个个的，不都喜欢看热闹吗？我今儿就让你们看个够了！我唱歌。哎妈，妈吧，你要听我唱歌吗？不是，哎。我告诉你，您这把好嗓子还真没糟践啊！我全给继承下来了。哎，您听着啊，你是我的
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。哎妈，你快快跳下来，我爱你都不嫌多。这样的，李总，我这边还有点事情，忙完了我马上过去。嗯，好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好，一会儿见。不是我说，姑娘，你看看我这一上午啊，那么忙，根本就顾不上你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回头我跟小贝说一声，让他主动联系你，你看行吗？他今天要是不来见我，我就一直等下去，我等死在这儿。不是，关键问题是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小贝，这我们也没办法呀，是吧？你接着说呀。啊，还有这个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你动不动你就寻死觅活的，多吓人呐！你别说小贝了，他是个男的，你比如说我，那我都得让你给吓跑喽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呢？闭嘴。是这样的啊，你呢，上次那个跳楼的举动，肯定是在小贝心里头留下阴影了，你得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缓一缓。再说了，感情这东西呢，它是一个双向的选择。你说你挺年轻的，挺漂亮的，你何必把自己拴在一个陆小贝这么一个傻瓜身上呢？为了他，你失去整个森林，你不值得呀。追你的男孩肯定也不少，想开一点。可是我眼里和心里都只有陆小贝啊，他不是傻，他那是单纯，我就是怕他太单纯让人给骗了。他是小贝，他能让人骗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他兜里边蹦子儿都没有，难不成他还能让人给骗色了吧？就是骗色。昨天我还看见他和一个老女人勾肩搭背的，那老女人还说小贝是他的人，让我以后离他远点。哎，这不是骗色是什么呀？我不是要缠着小贝，我是真的怕他被那些不三不四的老女人给骗了。回头平白无故少颗肾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！不然，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不三不四的老女人，你再说清楚一点，多大岁数，长什么样？老女人还能长什么样啊？满脸的褶子，眼角都是鱼尾纹、法令纹、墨纹，还有那脖子都没法看了，就一30多岁大妈。啊？不是。30多岁就成大妈了，我觉得还好吧，也不是很老嘛。30多岁还不老啊？哎，在我们眼里，这超过30岁就已经是老女人了。你今年多大呀？我21岁。嗯，那你看我呢？你觉得我多大？你啊，姐。你在你这个岁数里算保养得好的。不是我什么岁数呀？啊，你说清楚一点啊，是不是在你们这些90后的小姑娘眼里，我们这些80后都已经老了？也不是特别老，反正就是，你懂的。我懂什么呀？不是，行了，来，来，行了，我们很早。坐，珊珊，这样啊，这个我们店里呢，的确是有好多的工作，这个需要去处理。回头我一见上小贝，我就让他跟你联系啊。你呢，也别说有事没事老往店里跑。这个俗话说得好，来啊，拿着，上赶着他不是个买卖。你现在这么逼小贝啊，你逼来逼去啊，你就把他给逼到别人怀里去了。你啊，你不如让他在外边吃点亏啊，吃点亏他翻回头来，哎，他就知道谁对他好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，来，送你出去啊，我让他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啊，再见啊，慢点啊。李总，这不是美好的漂亮吗？漂亮。